防御天赋都不带，一般这铁男敢不带防御天赋的，不打了，都挺狂。 我走位，左头锤，射药晕锤，掉下来锤，严阵以待。剑圣打野，我去也去看一眼。 这样吧，我把剑圣蓝打了，变身成为打野武器，把他们也算上，回家了。 插个眼儿啊！插什么眼儿呢？剑圣搁下路呢，有什么好插眼的？打了个蓝 buff， 你没看见剑圣搁下路干咳呢吗？他不搁下路干咳，我怎么敢打蓝呢？对不对？ 这种补刀就是玩的多了，你自然你也就知道怎么补，知道吗？跳锤重锤锤翼，好的好意，他没打着我。 差一点点，你是为什么就是这么点血还敢搁塔下待着呢？你干哈呢？ 血太多了，我不跟他打了，来个攻速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 这波跳上来吃炮车，直接升，锤，一、e。
锤开大锤，重锤锤重锤锤锤重锤，打不过。啊？啥时候来的剑圣啊？兵有点多。这剑圣什么时候来的呢？我咋没看见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我刚才打不过他，是因为我第一个 E 没 E 好，而且我们没攒被动，打不过就下边打呗。严阵以待，兵线也不行，那兵线太多了。是狗屎的，回来了跟他打，他也出攻速啊。我这波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又回来了，他正常爆发比我高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框我的话可能会费点劲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我们得出完破败以后才能找他打。亏了吧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他这英雄就这样。再不小丑来了，我都不找他打。Shut down. Enemy double kill. 不招吧。不过这一波可以找他打，因为他没有大，我没有大，武器大师就是大招好的快。还有谁？有点猥琐。又回来了。真帅。你要越塔杀他呀，费点劲吧，算了，我拆拆塔吧。嗯，我把塔拆了，拆完以后我破败了，他是弟弟了。小丑死的有点快呀，
小丑死的咋这么快呢？来个破败，小贪一波，希望这个剑圣不要在这里啊，剑圣别来啊。走了啊，剑圣没带，剑圣没带，我们再吃个蛤蟆。严阵以待，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是无敌了。哎，我就发现这剑圣这个英雄啊，就是也挺好起来的。把他们也换上。哎呦，你俩杀我，我先杀卡萨丁，再回来杀刘，重锤。哎，把中路塔皮吃了。现在给我，有没有红 buff 啊？我钱够不够三项啊？啊，够，可以。不着吧。中路应该是没了。把红打了吧。给我吧。这有什么不敢上的呢？掉闪了呗，这。其实我闪现能跑，但我实在是没乐意跑。那就剩个破流了，不把他打死，那个流头白送了。牛头有点烦人。别怕啊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好晕！这火蓝晕晕的可以啊，去把下路一塔带了。他们家这铁男等级还挺高的。可以继续带，这卢仙我估计要出来。
先杀剑圣，先跳走啊，先杀剑圣。剑圣杀完我估计我们确实也够呛了。你看这小丑死哪了？这牛头挺烦人的，先来个水银骸吧。水银骸出完来个蟹手，现在这剑圣卢仙我还都得杀，我最好是能跟着铁男带一带，这人老看不见上哪去了一点。别打了，少个人还不打输。以我们现在的装备啊，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下还不足以去打团战。还有谁？先去打个红的，他们家那卢仙好像来了，跳眼儿吧。先杀剑圣啊，没蓝了，哇！你们三打五啊！看这卢仙多少钱啊！跟我打，这是有点长本事了。我一看呢，剑圣应该在右边，我看河蟹能不能找到他啊。刚打完，哎，算了，我本来想闪过去的，这剑圣700块钱可能能拿得到，但是代价有点大。别打了，等一会儿打，等我带一下，先别打，别着急，应该不能开，没事，就直接干着牛头就完了呗，他有啥呀？我跳走。
这牛头有这么烦人，哎呀，这牛头真的好烦人哦。不过他们家交技能了，牛头交闪了，卢仙交加血了。我下一件得要春哥，严阵以待。把他们也算上。那剑圣在野区。算了，不找了。不能这刘头跟卢仙过来找我们，得剑圣加个人，加个铁男，就好打。这玩意儿有控，其他人没控。先把这铁男杀了，哎，过个高地。有红没有？有红把龙打了。剑圣，我估计是得来，我可以试试能不能先把这剑圣杀了啊！跳弹，我还有个眼儿，试一试啊！哎呀，真他妈的烦人！要跳一下，对，先杀剑圣，漂亮！啊，把这牛头给我杀了！你老了，把你的牛牛给你敲掉。黑大龙这一波，这波黑大龙，跟我来，速度！铁男没用，铁男直接开那卢仙搁下路呢，把龙打了。为什么不交惩戒呀、啊？下来一个 Q 不给你敲没了，出个春哥。还有没有更肉的装备？想想啊，卡萨丁伤害应该不够。来聚酒吧。正好我带线回来了，这还拿蓝？拿蓝干嘛？我没蓝推线都。牛头确实挺烦人的，哎呦我操，人有点多呀。再见，
追踪三个抓一个，四个抓一个，没想到四个抓一个啊，完了，他给剑圣刷新了，还不如不来呢，真的来还不如不来呢，还给刷新梦刃呢。走吧，这回走，但我估计走够呛，一个也走不了。不过还行，破了个钟。阴阵一段，他们不管我，其实好一点。去推钟去，五个人推，我估计能推个门牙。没想到吧。春哥没了，不能团了，我们还得带，剩最后一路给他带掉。严阵以待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卡萨丁马上十六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而且我们家队友，我估计现在三打四都打不过，四打三。剑圣处理不了他们，现在给我了，小龙拿了，把小龙拿了，严阵一段，我不要聚酒了，我决定来个蓝盾。这剑圣太吓人了，伤害太高了。看招！复活甲不能换，复活甲这边用完以后再给他换。走了，走吧。这牛头是最烦人的，他们家没别的烦人的东西，就这牛头，别人其实都无所谓，主要就这牛头，这牛头太讨人厌了啊。来，剑圣在中，我们直接带。我又回来了。我现在就只能祈祷啊，他们能跑。
好，我给他拆掉了。我不仅把这卢仙杀了，我还把他拆了。大龙估计是肯定是够呛的。冲动了，该再等等。你们他们四打三都打不过，他们就只能拖。那剑圣没控制，他杀不了，他没有硬控，除非那小法那 E 放的好呢。但是那小法一看就不咋地，带下路，看能不能把家偷了。啊，这波让他们推，我去下偷了，守高地啊。守高地，看着，把高地守住。把兵线带了，嗯，把兵线带了。春哥打的了，看招！快跑！那卡萨丁决定一直追我，赶紧跑！说了守下高地，守下高地就不守。我去中路打两个试试。牛头在我后边要杀，我们得快点杀。小龙这波可以打，我参波团试试啊。那不行了，打不了了，死人了。这流头太烦人了，别的倒无所谓，不要了，给他们了。三条龙打三条龙呗，多大点事儿？你要能给他偷了也行。可以中路团一波试试，但如果输了，我们家基地也就爆炸了。来团，来团，来团，来来来，找的呢，我自己找，没跳弹。
死定了，不好意思。中推，那小丑为啥死了呀？哎呀，真他妈的，真的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可以推，他们家打不过，没事。先杀卡萨丁，轮回决定了。剩几个人啊？走一下吧，没事，他们家剩三个人，我们家剩两个人。哎，对，你可以直接去推基地去呀。他们开龙，你就拆。别让那刘给杀了，快跑！我得制定一下战术，这样啊，小丑跟我走，你们去大龙。跟我打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小丑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们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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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打龙，去打龙，去打龙，哎，去打龙。别着急啊，我们扫一下。去大龙，去大龙，去大龙。打不行，我都打不过这些，听话呢。这能打赢吗？剑圣死了，我得出个水银了。我发现他老诓我，他们去大龙这波，我们直接跟这小丑两个人直接去推基地去。那卡萨丁死了，他们守不住。还没换掉，头痛啊，简直头痛。听不懂话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听不懂人话呀？真是，水龙龙魂还没了，打个屁呀！真是操的。整的我都不想玩了，玩的真他妈的累。连阵一段，我想想，就这个吧。看招！
2-16 6-14 4-15说话听不懂，不知道干哈，不知道到底要干嘛。我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我是他妈你们去打大龙，我跟那小手去推乌去。你现在还偷个屁，人家双龙 buff。真傻逼。刚才不死水龙龙魂，我们家的也能好打点。找这么多回机会啊！这不行了，人全在那儿了，游戏结束。你们真是啊，我是真服。怎么说也不听，怎么我说话看不见是吧？为什么我说话听不见呢？真他妈的累，痴呆一样，玩守不住了。这老有自己的想法，想法又贼拉，又不行，想的还都是错。